大家好，我们是 BSO， 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西门町决战街头，拍到第三集，这第三集。然后我们今天特别不一样，今天的奖品是国际爸爸赞助的，价值4000块的耳机，连我自己都想要，连我自己都想要，好像有一个真的。然后我们这次听说惩罚再度升级，听起来有点可怕，太丢脸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一下车一来到西门町，就看到有个人死死盯着我们，然后一路跟着我们走到这边，我们现在就找他，问他要不要打。那么来吧，来，你是期待已久，最高排位在哪边 ？S， 你上次不是跟一个佛伦打吗？啊，那个是他表弟。哦，OK， 直接来抽。比较想打谁？是哦，比较想打智龙，可是现在输比较多是我。恭喜，就是我。抽了真好。会不会有点紧张？好紧张！你的边角是什么？以前是洛伦，现在不行。确定了？你确定？就打、啊。我看得出来你非常紧张、哦。完了，他现在他了。完了。是电刀，直接电刀是不是？我是单挑王哎、欸，你看我输过吗？没有。放招，想一下。太抖了。放招，想一下。完啦，完啦，老哥，完啦，老哥，你怎么有点紧张？要打杀喽。哦哦，跟住防卫就掉啦，救命！哎、欸，太丑了，非常紧张，太丑了。按照我们上次那个全服佛伦 SS 第三名的表哥， okay， 叫你弟来打，多练练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他太紧张了啊，大家。感谢来挑战我们，拍张合照。今天非常开心。可以逃过一劫。喂，现在旁边还有一位挑战者，已经蓄势待发，即刻入场。打赢过 Pito？ 没有，没有打赢，差一点。你说我今天是来帮我那位同学报仇的？对，我在帮同学报仇。那你最想挑战谁？那你直接挑战志龙对吧？哎、欸，我、okay， 从来就是梁永明哦。他刚刚说报仇 ，OK。最高排位璀璨，璀璨哇！你说我要打。打 Genji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先不要讲那么多， okay。 你只是要寻死是不是？对。OK， 马上开战。这个人是怎样的、啊？哎呦，啊，我有怼过你吗？没有、啊，我有撞过你。我有赢吗？赢啊，有玩打耳机啊？有秀吗？哎、欸，有秀有秀。秘密武器是你的秘密武器，没错。你说，跟紧自己小心，我要跟你死。跟紧注意一点啊！真的没有啊？是我们叫他讲的，靠背。越凶越好，等一下一直讲。等一下输了就很尴尬、啊。不会不会，输了我帮你圆场，爽吗？爽吗？爽啊！哦，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小马。不好造，我跟你讲，你太菜了吧！你不能，还想送我下去？你不能主动，呛起来，呛起来！我说别得意啊，老哥，别得意啊！漂亮！你没了，小兄弟！好的。哦，来，你换了换你车吧。来啊来啊！有点失算了，你前面有点失算了，前面有点失算。哇，上靠背！哎呦，哦，这就是高端的蛇皮走位。哎呦，哦哦，快逃快逃！啊，哎呀，兄弟。这个对手有点强，有点强，不过还是被我拿捏住了。智龙更强，有点猛。你说你别太得意啊，下次我再来。得意，下次再来。好，下次等你。OK， 这同学效果重嘛，我很喜欢这同学。谢谢。有职业选手哎、欸，靠呗，冠军，冠军来了。OK， 我听到他说吉祥来。OK， 没有，我们这边规则是抽签。我们这边游戏规则是抽签。哎、欸，他说他想要打黑手。不可能，各位观众，你们想看的来了，我们直接请他进场。OK， 我们的 BL 是不是不想打？整冠军走路。偶像，拿捏的死死的。我们合照一张就好。好，合照一张，谢谢。哎、欸欸，你们收哎，傻小啊。今天赢的是送我们的罗技赞助的耳机，价值4000块，有兴趣吗？好，打看看，打看看，打看看。我们今天打娱乐一点，我们不要娱乐一点，好，那我们就切磋切磋，好切磋，好，我们挑一只角色，好挑中路啊，卓尔，我们再挑卓尔，卓尔，哇，哈哈哈哈，好，再挑卓尔，啊，我这样会影响到你吗？微微的，他说他这样会影响到他，哎，都在他脸上，都在他脸上打，对他基本攻击一下，这个比打比赛紧张，改了，这个也在说这个比打比赛真的很带劲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马上开始。OK， 赢了，赵恩是记得先赢一把，清醒了。不能看着他，怕他紧张吗 ？OK， 那我在这边看着天空。好，那边。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你的麦克风呢？哦哦，错塞，快走！哦。
传下，传下，传下。不行啦，不要打我。谢谢大师啊。哎、欸，不行啦，哎、欸，他不，我不打，我回家了。谢谢大师啊，谢谢大师啊，打死了。喂，你干嘛？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抱一下！比赛加油，比赛加油，比赛加油！很看好你，很看好你。好险不是打拉兹，不然要被揍爆了。感谢感谢，比赛加油，比赛加油，比赛加油！哎，这位选手，你刚刚过得怎么样？我非常之紧张。不过好像有志龙大师的那个先例，我先看了两把的志龙大师秀，我已经学到几招了。趁现在附近没人，我要让大家看一下我的笑容。星爷说他跟朋友来吃饭，然后 PK 也在，下礼拜会来挑战我们琪琪。刚刚琪琪一直在路人旁边说，哎、欸，你看我单挑有输过吗？真的？啊，他还跟我说，兄弟，我想了一只角色，我选了这角色不可能输。这边有一个凯撒路非常强的 ACS 冠军。风流要来挑战我们琪琪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。来，怎么称呼 ？KOW 琪琪啊，你也是叫琪琪？对，我也是琪琪。哦，你的最高排位在哪边 ？SS SS 有料。好，我们今天奖品不一样，是送我们的罗技赞助的。他刚刚说他就是要来把那个耳机拿走，就在那，就是要来拿耳机的。哦，还是我送你啊？你等下打输我。不要，我今天就想赢。这么硬就对了，输了以后在排位遇到对方，就要叫对方爸爸。OK， 可以，爸爸我爱你。好 OK OK， 一个开打，单挑抢吗？单挑用谁？还不错，普通拿手的害。哦，他直接讲他要害牙。你说我要把琪琪虐爆，我要把琪琪虐爆，赶快来给我虐，赶快来给我虐。哇，等很久了，是不是？等很久了。我跟你讲，琪琪最怕别人抢他，琪琪最怕吗？真的假的？其实改魔文也不一定会提高多少，改魔文也没用，直接来打吧，琪琪。你不要再吵了。你的奥义魔文什么都不需要改。不需要，特地来counter你了。特地来counter我。我跟你讲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他这个角色不拿手。那代表什么？他怕我。对，他怕你了。他因为没要玩其他只，为了你改了紧。这边一个换血，哦，有点痛，是不是有点紧张了？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，好像有点痛。好像没事，可以回城，可以回城嘛，可以回城，快回城，五分钟嘛，快回城。你要不要讲讲话？不要那么认真讲，太憋气了。现在逆风就代表琪琪后面就会脑冲，现在要精神攻击就对了。我空标，没事没事，没事吗？有点严重。痛不痛，同学？有点痛，拆塔套路好像不太对。难道琪琪就这么怂吗？打不过人要拆塔？你确定不杀我吗？不要听他们屁话。那你，哇 ，OK， 就烂，运气好，运气好，就烂。好紧张，紧张，很紧张，不要再来了，拜托你不要再来，不要再来了，不要再来。以后遇到你，我会先叫你爸爸。OK， 但就只是这一个礼拜。OK， 好 ，OK， 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今天挑战到这边结束了。志龙赢了两把，我赢了一把，琪琪赢了一把。今天没有人输，看来听到惩罚很严重，非常羞耻。大家都冒怯的，大家都冒怯的，打的时候讲不出话。真的？看到没有？大家，不过看一下我的嘴巴。今天的对手都非常有效果。竟然还有星爷来挑战，非常的紧张。还有个长得像可爱的人，真的，他一直对我精神攻击哦，我快受不了了。看来我们只有下礼拜才可以知道我们的惩罚是什么。如果你够强，赶快来挑战我们。好想被惩罚，好想被惩罚，我不想被惩罚，不要挑战我。好，我们这集决战街头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如果想来挑战我们，记得来西门町，我们会 IG 提早公布我们什么时间会来，大家就可以来这边找我们挑战，然后找我们合照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集再见。跟各位说一下，我来了这么久，结果发现我衣服穿反边了。我衣服穿反了啦，你帮我用一下。